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交易人生》，我是高维旭。看得懂行情路况，再谈操作会比较实在，会比较实际哈。下跌当然有股票在涨，但是你会因为一两张股票涨而忘记风险吗？你当然有听到很多分析，也许跟你说他有什么股票在涨，可是投资朋友，如果他当时的持股是100%，股票没有现金，就算股票一档两档在涨，其他的基本上都还是亏损，只是绝对不会给你报告。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说，你看得懂行情路况，再讲操作吧。看得懂重压，能见度不好减码，完全看不懂退场休息，它也是交易的一部分。今年行情很难做，你看今年每个月几乎从二月开始一段就是几百点的跌幅啊，几乎每个月都有，每个月都有啊，好不好做？你看不懂行情路况，做错一次，做错两次，做错三次，你就毕业了。该重压你不重压，你减码你赚不到钱；该减码你加码你赚不到钱。套牢很深的，还是用融资去摊平；该退场你不退场，用融资去摊平的，你就毕业了。今年行情真的很难做，我之前已经跟投资朋友报告了，而且明年更难做。之前跟投资朋友报告四个卖点：7月25号刘玉强中指变，第一个卖点；8月30号短线拉将拉回，第二个卖点；9月26号短线见高点，第三个卖点。10月19号反弹将结束，行情路况仍然是往下的，第四个卖点。有请你避开至少400点、500点、1200点、480点，有请你避开。第五个卖点，12月20号行情路况往下，早上开盘我们的动作就跟会员做一个动作，叫做市价出清一档股票，所以档股票保留100%现金。12月20号盘后传真稿，我告诉你行情路况往下。这些东西啊，投资朋友都提早在前面跟你报告的、啊。这一段啊，12月20号啊，盘前啊，我们出掉这一段至少避开200点。我不要跟你算说最高跟最低点，最高最低点也是260点，跟你说避开200点就好了。你懂得避开200点，你懂得避开480点，你懂得避开1200点，你懂得避开500点，你懂得避开400点，才是重点。但是全部重点来自于什么？我跟投资朋友报告，市场一定要懂得进化。我一直在求进步，都一直在进化我的看盘方式啊。为什么？因为技术分析是基本的，但是你要跟趋势同行，你要比技术分析更高一层的功夫在啊。请问一下，最近的12月20号，在技术面、形态面跟量价来说，谁告诉你有机会往下？没有人会告诉你的啦，不会有人告诉你要往下的，因为所有讯号都没出来。会告诉你往下是哪一天？是昨天那个跳空下来才告诉你往下，但是你为什么不提早12月20号做回的交易动作，你就没事啦，你就空手啦，你就等什么？等机会嘛。我们避开行情，你才有机会，你才有办法有真正的有时间、有实力、有子弹掌握机会啊。12月26号，我跟投资朋友报告啊。行情路况往下，当时是礼拜五，但是我在里面有跟会员报告、啊、反弹出现一线生机，有行情有机会止稳啊。当时谁会告诉你有机会止稳？在礼拜五的时候，大家等看美股啊。10月29号，我跟会员报告走平后将上扬了、啊，在这里啊，投资朋友，10月26号提前预告止稳，
29号礼拜一我说会往上走，还没有马上往上走，隔一天隔两天才往上走，这些是技术面看得出来的吗？看不出来的。第二段买点在哪里？11月19号盘中我跟我会员报告短线有机会往上啊，11月19号在这儿、啊、有机会往上啊，有没有上？这些是技术面可以看得到的吗？看不到的。你要懂得进化自己，市场在改变，交易制度也在改变，市场参与的人也在改变，买卖之间不是结果，是过程，是温度，是懂人心。大多数人没办法理解我的做法，为什么我可以提前知道行情要往哪里走？你能避开这一段，至少你可以再避开200点吧，应该没问题吧？等你看得懂行情路况，我们再谈操作，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因为有跟交易无所畏惧了。看得懂行情，我说掌握第四季，我们重压，所以我们做什么动作？普通会员买三档股票，一档金项店，做四笔交易，每笔交易都是获利的，最少一成，最多四成。我们要减码，我们就减码吧。赚多一点，然后赔尽量赔少一点，福茂减码赔 5%， 是吧？剩下一档股票该退场，我们要不要做退场动作？要啊。12月20号有没有带会员做退场动作？这一档近两笔新会员跟旧会员，旧会员有赚 5.9%， 就新会员比较抱歉赔 2.79%， 可是你不卖嘞，对不对？你手中没现金，机会来的时候，当机会又回到这边的时候，你没现金，没意义，你就不能参与了。你没现金，你就无法跟我一起参与可以大赚的机会。不是每次都会赚钱，我们也会赔钱。我们尽量赔少一点，赚多一点。掌握机会才来再谈操作，看得懂行情路况、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都提前预告对错由市场上来做决定，但是我绝对不会大跌的时候我给你去做一个情绪化的渲染告诉你要追杀，也不会因为大涨的时候用情绪化的行销话术告诉你赶快买跟着我大赚，我都不是这样，我都事先预告，我都尽量不要影响到你的操作心情，让你了解什么样的操作是比较真真实实的操作。我找的团队是认同我的操作理念，不是在认同我是不是买到标股。我也不会一直跟你讲标股这个东西。为什么？标股可遇不可求，但是我可以实实在在的在赚钱的时候我们尽量大赚，赔钱的时候我们尽量少赔一点，就是如此啊。金项店最后一笔买的位置在这里啊，七张点啊、欸、在这里、啊、对不起，在这里啊，一二三四五，这边大部分都会出掉了，但是我们还是加码、啊、这是操作。我希望找的是认同我操作理念跟我操作方式的朋友跟我一起加入我们的团队，在交易之路上你会有方向，你不会没有方向。人生要有方向去努力，股票交易市场也是一样，你要看懂行情方向，你的交易才有意义。我是高维旭，祝大家操作顺利，获利满满，明天见。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